告诉金风牌，高粱花园的高俊赛郭主义郭师傅。老师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哎，今天要吃素喽。对。吃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做一个骨溜青菜豆腐汤。青菜豆腐汤还有骨溜？对，我说接到后面青菜豆腐汤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可是青菜豆腐汤我也会。你也会哈、哦，大家都会哈、哦。骨溜是什么？但骨溜你们就不会，而且里面呢更丰富、更有味道。你以为青菜豆腐汤是这样子而已吗？不是，看下去你就知道。其实你一碗汤里面哦，营养就很够了。对啊，但是呢，我们青菜豆腐汤大部分都是用大骨头来熬汤嘛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一样，有骨头，好不好？看看什么是素骨头。今天光想要知道什么是素骨头，就不想转台了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很简单。素骨头，妈妈心里在想说，今天给。当然是真的啊！不要紧，咱先来看这豆腐是真的假，嘛豆腐嘛真的。好来，来我们要切片哈，很简单嘛，在家里，妈妈这样子会切嘛？哦，切片呢，我都切角的。啊，切角哦，切角吧，太细啦。哦，所以这也是掏夹包的红丸，就是切薄片，切薄片就好啦。感觉上很多。对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白很多，而且呢，它更容易透。对呀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有两个。哦，我刚刚有讲什么？有骨头啊。有骨头。对啊。到底是什么骨头呢？哎呀，揭晓了吗？哎，第一个揭晓出来了，这么重要的东西。我跟你说，你去字典里面翻翻看，哎，绝对没有素骨头这三个字。有。有，我何为？好，我们要看看，就是为了这一刻啦，素骨头到底什么？素的还有骨头。有，到底什么是素骨头？我们来看看哦，要让汤底好喝哦。来，玉米梗，玉米的骨头，玉米这是不是骨头？你跟我讲，是不是？好可恶，是是，哎对是。好，你家里那个玉米呢，拿去炒蛋啊，炒肉丝啊，炒完了之后呢，或是呢，就把它丢掉哎。对啊，炒蛋啊，或什么，你不要。因为我不太买那个罐头的，因为玉米其实还蛮能放的，对，所以我都会放两三条玉米在冰箱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切起来要煮玉米就有了。有啊有啊，可是我每次把这骨头丢掉，哎，都变厨余。有啊，这是宝呢，真的便宜了那些猪了。对啊，但是呢，乖乖啊，你以为是这样才弄得空汤对吧？哼，又不对的。那这骨头呢，能够把香味把它拉出来？方法你哪用不掉？你给它弄了呀，菠菜呀。啊，不是，我有空洞的。不是啦，来，我们呢为了它更香，我里面呢加一点点的油进，一点就油进来就好了哈。再呢，把这个素骨头把它拿进来，是把它当开火。把它当成荤的骨头在做，哎，啊，本来就是啊，过水、过油之类的，哎，不用呢，那么麻烦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它炒一炒。为什么要炒？哦，那你可不知，蛋呢？你可知？啤酒你可知？为什么我要来炒？大家再继续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觉有点瞎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炒骨头。对，炒骨头啊，素骨头，玉米啊。对。哦，闻闻看。有烤玉米的味道，对啊，本来就是啊。你看这个颜色，有没有？真的，有没有？真的。但是有没有闻到香味？有闻到甜味。对，好。那现在闻到甜味了之后呢，有没有像烤玉米？好香哦，超香的。再来呢，我们现在已经好了。好了。然后呢，把香味倒出来，我们就加汤进来了。来，这水把它加进来。这标准的玉米高汤了。对。水加进来呢，就你要的量来。好，不用去买什么鸡骨头、什么猪骨头，用玉米骨头就好了。不用啦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直接呢，就而且你看马上颜色就变。对，把锅盖盖起来，盖起来呢，我们只要几分钟，五分钟，我想这高汤的甜味全部都在里面。超简单，对，原来用玉米骨头真的就可以熬素骨头汤。行了哈，所以几分钟？五分钟就好了。五分钟，五分钟，对，稍等五分钟就好了。哦，好香哦，真的那个玉米的香，很多玉米的香气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翻起来。而且为什么汤汁是这样？是因为煎过的关系，不然一般我们煮玉米也没有这个颜色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因为煎过，煎鬼差鬼。看一下，来，那我们现在把玉米呢的骨头，哇，骨头，素骨头。
拿掉。好了，我承认我错了，我承认我错了。苏格兰拿掉。好，我们甜味跟香味都在里面了啊、哦。蛋子嘞，高蔬菜购物后的青菜豆腐汤，金菇鸡味好味撇不哦。喂，那青菜呢？我们可以让它整个骨丢。青菜也骨丢？掰开，我会撕一撕，把骨丢骨丢的感觉就出来了。真的，好香又浓郁，超滑口的。吼吼，这种青菜豆腐汤，让你加年好啉，嗯，汤头香骨笋。青菜用于咕溜咕溜，真好食呢！想要和全家伙啊，吃。妈妈，外国煮菜已经教大家用花玫瑰来控汤，汤头香顺好啉，真够味道。刷来个不卡健康，不卡好食贴补，你玻璃仔哦。我以为要放鱼才会这样，没想到。不一样啊，可以啊，这个真的感觉到就是大骨熬出来的。对啊，还有呢，这猪骨都熬出来的汤了。我们先，而且这个还没有胆固醇。哎，对呀，对，对呀哈，然后直接呢把它煮熟，来，再呢我再加一点盐巴，很简单吧？没有，这样没有胆固醇，好好。对啊，我们盐巴给它加一点进来，哈，让它煮一下，让它整个味道的整个融入哈。好香哦，很香。我头前迄个菜名叫啥物？骨溜啊！哎，对，骨溜啊，青菜豆腐汤啊。骨溜啊！对，那我们重点又来了哦。什么叫骨溜？这个东西，香菇还有什么？香菇味吗？豆腐切薄也蛮骨溜的。但还不够骨溜啊。是啊。还有不够骨溜啊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第二个主题又来了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这碗汤骨溜骨溜呢？来，揭秘，有没有办过？我的好朋友，我跟詹姆士共同的好朋友。哎，我们你也喜欢吗？那你现在讲的话，就是我不是你们好朋友喽？没有，我们真的很爱吃豆包。我两个就爱吃豆包。可以吗？我们在搞共啊。后来做用豆包哎，我做了指甲，好吧，好来，那现在豆包呢？切切吗？为什么用这个豆包呢？因为哦，一啃的料哦，一咕溜咕溜吸那汤汁，整个咕溜咕溜那种感觉，有不？我知道，跟他好熟哦。来，来，再来呢，我们用掰开，我会撕一撕，然后呢，整个到里面去，对，豆皮好熟，对，哦，你撕的好顺哦，真的，我好爱吃豆皮。这真的咕溜咕溜咕溜几个加了，真的好的，没骗你，超香的，我试一下，好，请，哦，可以了，我冰箱有一包，啊，你吃没到？是吗？啊，没有青菜哦，啊，对哈，我们有青菜，有吗？有，喂，那青菜呢？我们可以让它整个咕溜，哦，青。骨溜，不相信吗？来，我们把青菜把它请出来。来，这什么菜？小白菜。哦，切这么细丝。把它切细了以后呢，很容易熟，而且你吃到嘴巴里面去，是不是骨溜就进来了？真的耶，就细细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呢？要放多汁豆，要不要全部放？全放，全放。真的哈，好，来，全放，全放。那整个加在里面。开玩笑了。那整个，哎呦，真的有翡翠的感觉。营养，哎。没有错哦，把骨溜骨溜感觉就出来了，真的，对啊，这个汤赞赞好，那现在骨溜出来了，我们再加一点点的香油，香油，一点进来就好了，好，阿呢，整个骨溜的效果就出来了，哎呦，哇，哎，这碗亲爱的，我真的看起来很棒。真的，青菜豆腐汤呢，要做到这么丰富的话，对呀、啊。而且家里其实有什么，你就可以放什么。对对，其实我们家有这个就放这，但记得放豆皮，还有呢，玉米梗不要丢，这样冰箱随时都有。来，试吃。皮的那个汁，整个就是有那个蔬菜的甜，玉米的甜，跟那个豆皮的浆浓。对。哦。嗯。超滑口的。
带出那个感觉。哦，所以其实它是可以有那种高汤的感觉。没有错。对，就加那个甜度就是用玉米。玉米。但浓度就是用豆皮。豆皮，对，就这个感觉了。谢谢。青菜豆腐汤不简单了啊。哦，真的不简单，以后这个梗不能丢啊。对。表示的。对。妈妈，有青菜豆腐汤。咱分个真好食的撇步，你敢有学起来？第一，咱要用番麦粿来控汤底，先热量擦干伊，吃吃胖胖，搁加水煮到出味，安尼啊对汤水好啉，也肥多得滴哦。第二，咱来加点豆皮同齐来煮，安尼咱的青菜豆腐汤吃起来又香又溜，好喝到不行。